欢迎翻嚟深夜睇波团啊！继续有我卡士伟带嚟过去一季车路士嘅回顾嘅。咁当然啦，呢一季咁差劣嘅成绩咧，虽然咧对大部分嘅车迷嚟讲咧都系惨不忍睹嘅，只不过咧所有嘢咧都必须要去面对嘅。咁咧你唔去回顾一下今季究竟发生啲咩事，令到个成绩咁惨不忍睹咧，就冇办法吸取到教训。更加咧，令到冇辦法咧，會令到球隊咧喺下一季咧會重新升威嘅。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要喺歷史之中吸取教訓。咁當然啦，亦都成日都有講句啦，人類唔會喺歷史中吸取教訓。只不過咧，都係嗰句啦。回顧一下今季咁差劣嘅成績咧，都作為一個警惕，都係一件好事。因為真係今季嘅成績差劣，有幾差劣呢？可以話是破盡了過往球會在這個英超史上 的最差劣的成績，即是簡單說無下限地突破。所以呢，今天呢最主要呢就帶大家回顧一下究竟我們這一季發生過什麼事。所以我們先看看第一張相開始。我們的新班主保利呢，在上一季呢，因為這個俄烏的戰事呢，我自己會覺得呢，英國政府很明顯是把一個政治姿態來撈取他們的政治油水啦，即是簡單說 抽政治水。但是呢，因為呢我們的前班主呢艾巴姆維治呢，是這個掛名是還是這個俄羅斯的油王啊。雖然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啦，喺油王離開嘅時候，我都同大家分析過，究竟艾巴莫治其實而家咧唔單止咧同呢個俄羅斯政府咧冇乜呢個關係可言，甚至咧喺俄烏戰爭初期咧，佢係好盡力去斡旋雙方可以停止呢個戰事嘅。咁咧，只不過咧大家都知道啦，政治嘅嘢咁梗係你要有水就梗係抽到盡嘅啦。尤其是英國或者成個歐洲咧，對呢個俄羅斯嘅態度咧，都係頗為麻麻地嘅。咁就呢啲政治角力嘅咧，留翻俾阿近呢啲更加熟書嘅會更加清楚講到究竟歐洲英國同俄羅斯之間嘅關係啦。總之咧，因為俄烏戰事咧，令到我哋嘅前班主艾巴維治咧，不得不將呢、這個佢最心愛嘅球會車路士咧，就要拱手讓出嚟啦。咁咧經過一輪審查篩選咧，到最後咧就係途中我哋呢位班主保利。咁咧，只不過咧，咁佢當然就唔係獨立一個班主啦。其實咧，簡單講就係以保利為首嘅財團，同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佢背後嘅青湖資本啦。咁就總之就係一個美國資金同埋美國嘅班主嚟成為咗我哋車路士嘅新嘅主人啦。咁就好啦。今季咧就正式係叫做保利正式接手我哋車路士。咁就回顧翻呢一季咧，當然啦亦都就如我喺季前所講啦，我哋最其實成個車路士球迷之間最擔心嘅嘢就係美國佬唔識波，而事實上咧保利今季在車路士 的所有 的行為呢，其實都很明確地表現到他真的不懂英國波的。當然啦我自己會覺得第一，雖然呢保利作為這個最即是叫做整個財團啦，美資財團嘅最頭，即係叫做最擺喺鏡頭前嘅人物啦。雖然青湖資本嗰邊另外都有一位話事人嘅，但係一來佢好少露面嘅，直到係近期咧先至多翻啲關於佢嘅相嘅啫。另一方面咧，
其實我唔記得咗佢個名字，所以唔好意思。咁 so far 咧就係、是其實呢一由呢一季開始啦，美國財團就入主咗我哋車路士咧。保利佢作為一個頭面嘅人物咧，基本上咧，除咗肯使錢呢樣嘢之外咧，佢嘅所作所為咧，簡單講就係、是、都幾受我哋車路士球迷嘅應該點講咧？叫又愛又恨嘅，因為咧佢作為一個美國人，佢係好完美地表現出佢唔識英國波嘅一面，但係咧我自己會覺得佢使錢非常之鬆手，而且我自己會覺得啦，佢簽人嘅方向其實算係幾有前瞻性，雖然啦因為佢最初咧嚟到嘅時候，夏季轉會窗咧就佢冇呢個體育總監叫做幫助佢，咁所以其實咧都幾多幾多古靈精怪嘅簽翻嚟，我睇下係下一張相係啦。呢度咧就係呢個夏季轉會窗，因為咧冇呢個體育總監嘅幫助咧，就佢自己入起衫就親自上馬咁樣。咁究竟簽咗咩人咧？追逐咗好耐嘅科芬拿後衞7500万磅，古古里拉白禮頓叫過嚟嘅5600万磅，史達靈曼城放出嚟嘅4800万磅，高列巴尼又係追逐咗好多年嘅喺拿波里嘅後衞3300万磅，奧巴美揚其實就好似我之前咁講啦，其實佢好明顯係我哋嘅前教頭杜松想簽佢翻嚟，希望叫做有個熟手嘅正前鋒叫做可以幫到佢手，唔係好貴啫，1000多万磅嘅啫，但係咧另加嘅條件就係我哋將我哋後衞馬高斯亞朗素咧都加埋落去，咁佢就馬高斯亞朗素過到巴塞隆拿啦，咁就奧巴美揚就過咗嚟啦。卓古美卡咁就算係一個未來嘅投資啦。喺亞士東維拉簽過嚟嘅1000多万磅，算係幾平平靚正咁樣啦。仲有其他嘅薩卡利亞咁就叫做阿秀，咁夏季轉會窗阿秀簽翻嚟嘅，咁就喺祖雲達斯借用過嚟，咁就原本咧季尾咧就可以用3000万磅咧就買斷嘅，咁就但係咧因為今季實在太過混亂嘅狀況之下咧，其實咧薩卡利亞我自己會覺得啦，算係太多嘅機會俾佢發揮到，咁卒之就係喺季尾嘅時候咧，咁唔買斷啦，咁就翻翻去會季後咧，即係佢之後就會翻翻去原本嘅東家祖雲達斯嘅。咁仲有咧加拉加同埋呢個波查咧，咁就係、是叫做外借翻翻嚟，今季咧正式去加入我哋車路士一隊嘅。咁咧亦都要提一提嘅就係我哋嘅前教頭咧杜草啦。咁雖然咧嗰陣時咧前教頭杜草咧喺季初開季時候咧，其實咧個成績都唔算話好算理想嘅。譬如話好啦首先喺季前賽嘅時候咧，我哋一個都幾恥辱性地4-0大敗咗喺呢個阿仙奴腳下嘅。咁咧好啦，開季第一場對住我哋嘅前傳奇人物林伯特當時帶領嘅愛華頓，只係好勉強地佐真奴一球贏1-0嘅啫。去到第二場咧，對住叫做真正嘅真係同級數嘅對手熱刺咧，都只係打和2-2。但係我諗當時咧冇人會諗到其實杜曹呢
稻草呢、這個開季咧，雖然係喺過去幾季或者佢之前咁一段時間開季開季嘅成績咧，都已經叫做算係差。我諗，但係冇諗過，其實如果以淨係計呢一季嚟講，都已經算係唔錯。咁只不過咧，其實好快脆聯賽第三場咧，已經都幾令人跌眼鏡嘅情況之下咧，作客列斯聯咧就輸3-0。呢個其實一個好明顯一個幾大嘅警號，無論係對稻草啦，對對球隊啦，或者係對啱啱新嚟新豬肉嘅班主保利啊，佢嘅董事局啊咁樣情況，其實好明顯你會睇到嗰個時間，其實稻草帶領住嘅車路士已經係開始有一個比較上唔係話咁明朗嘅未來，因為好明顯地就係、是對上一季啦，稻草叫做正式地執教咗一整季之後咧，佢嘅狀況就係好明顯地有啲開始有啲力不從心嘅感覺，無論係球員嘅對佢嘅戰術嘅執行又好啊，或者佢自己對對球會對球員嘅嘅意見都好咧，似乎就開始有啲冇再之前嗰季佢走馬上任，叫做攞到咬住一道氣攞到歐聯第二個歐聯冠軍嘅嗰種感覺。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其實稻草帶領住嘅車路士喺季初咧，就雖然咧都仲叫做 keep 到個唔算係唔錯嘅勢啦，咁當然相比喺之前嗰幾季就即係之前咁多季嘅開季成績，其實都已經算係差噶啦。咁但係都仲叫做譬如話最少你簡單講就係入到波先啦。咁雖然功力疲弱呢樣嘢咧，就我都喺我加入呢個新媒體波團錄影之前都講過唔少次，就係我哋好大嘅問題就係前線入唔到波，即係把握力嘅差，其實真係非常之麻麻地。咁好啦，但係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喺到呢個去到呢個九月就第一場歐聯嘅分組賽，咁就作客呢個薩格勒布大拿姆，原本大家都認為呢一場波基本上係喺成個分組嚟計啦，成個分組嚟計算係最弱嘅對手。點不知咧，第一場就喺呢個薩格勒布大拿姆主場嘅情況之下咧，竟然係落敗咗1-0。呢、這個賽果咧其實係好對對球員同埋對稻草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打擊嚟嘅。咁而事實上咧，亦都反映到一個問題，就係稻草咧，其實嘅執教咧，似乎咧就唔係太受呢、這個我哋嘅新班主保利嘅喜愛。咁當年咧，當時咧有傳聞咧就話，保利希望稻草咧更加多參與球員，即係球會球員訓練事務以外嘅嘢，即係簡單啲講，更加多參與球會嘅事務，譬如話係轉會啊，又或者係同呢個管理層啊、董事啊多啲嘅溝通嘅，咁但係咧，稻草當時嘅態度其實就比較算係比較消極嘅。咁簡單講就係、是我哋嘅新班主咧，保利係一個美國人啦，唔識英國波啦，同埋
佢其實係喺佢入主咗車路士之後咧，其實都幾明顯地係想建立佢自己嘅班底嘅。咁所以咧，其實喺佢入主咗車路士之後咧，都幾多嘅舊人啦，無論係職球員又好啊，後勤嘅職員又好啊，醫療啊，成嗰啲，簡單講就係基本上佢將所幾乎係將所有艾巴莫治時代嘅舊人幾乎係全部清走曬。咁咧，卒之咧，到上年嘅九月，最後第一場這個歐聯分組賽就竟然是爆大冷地輸了給這個薩格勒布大藍帽之後呢，應該是第二日了，就球會就出了個聲明，就宣布我們炒了這個杜曹的。炒這個杜曹之後呢，究竟請什麼人呢？都算是幾算是比當時呢，無論是我們車路士球迷又好，又或者是其他英超球會的球迷都好，都幾令人幾詫異嘅。佢哋竟然係重金禮叫咗白禮頓嘅領隊格拉咸珀達過嚟。咁啊，當然啦，由而家呢個情況嚟睇，珀達執教嘅時候嘅白禮頓係教得非常之好，即使佢即係季初咧，九月其實九月都算係季初嘅時候，就過檔咗過嚟車路士。但係基本上佢喺白禮頓建立嘅成個戰術體系啦，佢嗰陣時嘅球員啦，甚至係即使係佢離開咗，同埋唔單止係佢離開嘅，而且佢之前我哋已經喺拜頓簽了古古里拉回來啦，之後簽了珀達過來啦，再加上他的後面他的職球員的整個團隊過來呢，今季拜禮頓 的成績不單止比我們想像，即不單止比我們想像中好，甚至是比我們車路士的排名，即最終的排名比我們更加高，攞到佢哋球會史上第一次嘅歐洲賽嘅席位。即係簡單啲講，你話珀達係咪有料呢？喺白禮頓嚟講嘅角度嚟講，佢一定係有料嘅。佢將佢嘅即係就算佢個人離開咗，佢留低嘅戰術理念，俾後即係佢接手嘅人 keep 住都有仲有參考嘅情況之下。他基本上是今季算是今季英超一個其中一隊幾令人刮目相看的黑馬嚟。咁好啦，講翻我哋車路士嘅狀況啦。珀達過到嚟咧，咁就咁啱咧就適逢啦，咁啱咧就遇到英女王咧就駕崩。咁咧其實咧喺佢嚟到之後咧，佢聯賽嗰度咧，其實已經停咗一段時間，咁叫做俾佢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咧，咁就喺冇正式比賽嘅情況之下，就叫做上任咗我哋車路士嘅領隊。第一場正式比賽咧，就係呢個翻去主場嘅歐聯第二場的分組賽，對住的是薩爾斯堡紅牛。咁就由呢、這個成績嚟睇啦，個比賽成績嚟睇，和波1-1，算是一個唔錯嘅成績啦，因為佢喺呢個乜都未清楚的情況之下就接了手，雖然就即係佢由接手到第一場波其實只是一段很短的時間。咁就聯賽方面咧，就要去到即係所有的賽事啦，計埋歐聯啦，
就去到十月才正式開始，咁就過咗英國嘉賓嗰段時間，所有嘢都停曬啦。咁就第一場正式嘅英超賽事咧，對住嘅係同市嘅球會水晶宮，算係唔錯嘅。咁就作客贏1-2。之後咧就開始一段都幾唔錯嘅小陽春。首先咧就歐聯咧就主場贏呢個 AC 米蘭3-0，翻到英超主場贏狼隊3-0，再作客呢個 AC 米蘭嘅歐聯分組賽咧，即係去到次循環啦，作客贏2-0，翻去呢、這個翻到呢個維拉主場嘅英超賽事都係贏2-0。原本咧作為車迷咧，即係我哋咧。見到有咁嘅小陽春成績咧，就叫做哇，係咪真係呢個珀達係咪真係咁有料？白禮頓都搞得掂，車路士都搞得掂咧。只不過咧，當然啦，你而家由呢、這個由呢、這個蓋棺定論嚟計咧，佢嘅小陽春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對佢嚟講係一個幾唔錯嘅開始嘅蜜月期，但係後期點解會有咁大嘅落差咧？我哋再一路睇落去，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乜嘢咧？我哋由因為咧今季咧。就世界盃年2022年嘅世界盃年，但係咧今季嘅世界盃咧就搬咗去年尾打，因為卡塔爾舉辦，咁就去咗這個下半年11月先開始，咁又叫咗冇咁熱啦，還。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是雖然咧我哋歐聯嗰度咧都仲叫做還可以。第二次回合，即係次循環對住作客呢個塞爾茨堡，我哋都仲叫贏到。但係就最大嘅我自己覺得咧，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就係2022年10月尾，我哋作客呢個白禮頓，即係呢、這個珀達嘅舊東家。無論是賽前或者是踢緊即係比賽緊嘅時候，我諗冇人會諗到一個非常之震撼嘅比數，白禮頓主場贏呢個4-1，而且我哋係叫做半場。上半場我們已經輸三粒球，5分鐘被這個當時還在白禮頓踢的托沙就已經入了一粒，再之後14分鐘魯夫斯捷克一個擺烏龍，42分鐘細查奧巴再擺個烏龍，半場白禮頓就已經贏我們3-0。這個是一個當時對當時的我來說，我覺得是非常之震撼嘅賽果嚟，點解會有一個咁叫做咁震撼嘅賽果？明明我哋嘅球員質素一定係比中游位置嘅擺頓好好多噶啦，我哋嘅領隊珀達喺白禮頓叫過嚟，佢冇理由。不清楚白禮頓球員的質素，甚至他亦都睇落去亦都很容易看得到，究竟他離開了之後，白禮頓嘅執行嘅戰術啊，球員嘅走位啊，呢樣嗰樣，同他走之前他執教的時候，究竟有幾多唔同？咁當然啦，呢一場波其實就算係幾敲響咗一個對球會嚟講敲響咗一個警鐘，因為算係比較上係
應該怎麼說呢，一個警號。雖然呢去到後面呢，去到後面呢，對著這個薩格拉布大藍湖的次循環的分組賽呢，我們都叫做主場贏回，但是之後呢就開始一個幾嚴重的滑落，再加上呢個傷兵潮的出現呢，令到珀達的叫做個個蜜月期，咁就叫做哎，咁就係咁先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自從十一月開始，我哋就可以叫做一個幾嚴重嘅下滑嘅。先係咧呢、這個主場輸俾阿仙奴，再呢個作客輸俾呢個車路士。臨呢個踢呢、這個世界盃之前最後一場，作客有卡數輸，踢完世界盃翻嚟第一場嘅第一場嘅賽事，雖然就叫做好彩地叫做贏到呢、這個班尼茅夫2-0，但譬如你話好啦，成個即係叫做去世界盃之前三場波，我哋失咗一球、三球、四球，失四球，而我哋係冇入過一個波，係全部都係捧蛋而回。到翻翻嚟翻翻嚟英超賽場啦，即係世界盃完咗啦，就另一個更加之混亂嘅情況嘅開始。但是呢其實那時候剛回來都叫做還可以，先是贏了這個班尼茅夫2-0、對著榜，當時還是在這個榜尾徘徊的諾定咸森林已經是贏不到了，1-1，之後英超主場曼城1-0，去到這個足總杯對又是對著曼城，咁啊，輸4-0作客。再之後咧，對住呢個同事啊，隔離真係隔離鄰舍嘅富咸，竟然咧係輸2-1。對住水晶宮，叫做執翻啲彩，叫做唔使輸1-0。對住呢個利物浦窿對窿。主場對翻富咸都係窿對窿，韋斯咸對住韋斯咸1-1。呢段時間咧，你會睇到係我哋功力咧一球一球冇波入冇波入一球，究竟發生乜嘢事咧？其實咧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就係、是、因為那時候其實是冬季轉會窗的時間，我們的班主保利其實已經叫做很不滿意我們上半季在的比賽 的表現和成績，在這個有這個體育總監的協助之下，因為他在請了Crystal Rivera 和 Stanley Winslow 之後呢，咁啊，哇，就叫做偉康聖誕大特賣，瘋狂掃貨。呢張相咧就係、是叫做今季，即係今個冬季轉會窗，究竟佢掃咗啲咩人？由左至右，我哋數下，最左邊嗰個咧，其實唔係冬季轉會窗買嘅。因為咧，其實最左邊嗰位叫史隆尼亞，咁其實咧係夏季轉會窗嘅時候咧，已經喺芝加哥火焰嗰度買咗翻嚟嘅門將，咁啊叫做等佢踢埋個美職咧，咁就冬季轉會窗時間咧先至歸隊嘅。之後下一個咧，達道科芬啊，平靚正千幾萬買翻嚟，但係咧就簽個幾長嘅約嘅，
咁圍翻咧，除翻開每季咧，即係每年咧，好似都係百幾萬磅。哇！屌你咩？我覺得你生到死，嚟緊希應該咧就會有機會喺呢一個即係下一季會正式亮相。再隔離右邊個位李昂簽翻嚟嘅後衞古斯道，咁就亦都係季尾即係借簽完之後再借翻嚟李昂，就去到季尾，即係咧嚟緊下一季會歸隊嘅。再隔離咧馬道基喺荷甲嗰邊簽翻嚟嘅英人，之後巴迪亞斯終於簽到一個叫做穩陣啲啲嘅後衞。祖奧菲利斯，我唔知點解就係借即係向呢、這個馬體會借半季，但係唔平嘅喎，千幾萬借翻嚟。梅迪力最右邊嗰位咧，就最説原本咧，我哋諗住係叫做係最貴嘅收購，而且仲要係直接當時嘅阿仙奴，我哋嘅同事嘅球會阿仙奴直接過嚟嘅梅迪力，咁就呢幾位呢一扎球員，大部分都係簽一個好長嘅約嘅，慘地都五年、六年、七年約嘅。咁就當然啦，呢個狀況就會令到歐洲足協嗰邊就即刻有所警惕啦。佢哋亦都即刻轉咗佢個改咗佢哋個嘅條例啦，就唔俾球員簽超過五年嘅約嚟嘅。咁咧當然啦，成個冬季轉會窗最矚目嘅最矚目嘅係邊位咧？阿哨嘅安素法蘭迪斯over 一億磅喺呢、這個奔飛加簽翻嚟嘅貴為呢、這個啱啱完咗世界盃冠軍嘅阿根廷嘅年輕中場安素法蘭迪斯，我自己會覺得喺呢即係下半季喺車路士嘅表現嚟講，佢算係一個已經係好盡力嘅，非常之盡力，非常之有表現嘅人。咁當然啦，成隊整體表現都係差嘅情況之下，令到佢就算佢自己或又好祖奧菲利斯又好，或者係後面可能加拉加啊嗰啲，就算有心都獨力難支，這個後話啦。咁咧人咧就又簽咗一大扎翻嚟，只不過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冬季轉會窗其實冇乜點走過人。原本咧話最大機會走嘅佩列石咧，因為咧喺轉會窗前咧就大傷咗，卒之咧就走唔到。薛耶治原本咧就已經同呢、這個巴黎聖日門咧都叫做搞簽傾好曬條件，諗住走得噶啦。佢個人咧都飛咗過去巴黎叫做簽叫做簽簽簽紙啊。點不知咧就因為咧呢個叫做哈里世代嘅問題咧，因為咧啲文件咧搞唔即係做唔切，卒之咧。轉會窗關閉前你都搞不定，整個轉會就是這樣告吹了。所以搞到新人就很多，簽了八個人回來，簽了一大堆人回來，令到我們原本已經叫做其實已經夠人，即已經有夠人的一隊陣容，是大到連撲達自己都說我們一隊訓練的時間根本就不夠位可以俾所有嘅一隊成員一齊操練。卒之咧，喺呢個咁混亂嘅情況之下咧，再加上咧，其實撲達咧，我唔可以話撲達冇料，但係我自己會覺得撲達喺無論喺佢喺挪威嘅
挪威的成功，在白禮頓的成功，似乎呢就不可能將這套方程式吸落嚟，再cover 過嚟車路士。第一就是我哋冇咁多嘅時間俾到佢，依個係事實。因為即使係無論係而家嘅班主保利又好，以前嘅班主艾巴愛治都好，其實甚至係我哋球迷都好，我要承認一樣嘢，就是我哋對領隊嘅要求同我哋俾到佢嘅時間，其實係成為係完全唔對等嘅。另一方面，可能博達佢都未試過有話有一間咁大嘅球會，咁撚柒多嘅人。成三 over 三十人的一隊陣容，佢自己就好似我頭先咁講，佢自己亦都類似抱怨的形式，就係話我哋連可以一齊成隊一隊嘅所有嘅人一齊訓練嘅位置都唔夠。再加上可能對佢嚟講。他在白禮頓 的做領隊就一定是沒有那麼大壓力的，來到車路士這邊，無論是球員又好球迷又好，球會的高層管理層甚至他老闆保利都好，各方各面的壓力呢都令到他交不出 大家所期望他可以帶到來車路士的成績。卒之呢去到係最後睇下先，四月嘅時候咧，睇下先係咪四月咧？係啦，四月嘅時候咧就因為佢睇下先，四月佢係對最後一場係對邊場咧？對呢個維拉，對住呢個主場，對住呢個亞士東維拉。主場，而當時的維拉呢應該是仲係呢個啱啱換咗教練啦，啱啱換咗艾馬利啦，定係仲未換艾馬利，水深火熱的情況之下，我哋主場輸0-2，呢個就是壓垮呢個博達最後一根稻草嘅賽事。0-2輸咗波之後咧，咁就保利我哋嘅班主卒之咧都係要。可以叫做承認自己的錯誤了，因為當日呢他是一手請了炒了稻草再請博達回來，而事實上我想半季到由9月10、11、12、1、2、3看了 6個月半年到就已經要承認自己的錯誤。由事後嚟睇啊，即係而家呢個時間嚟睇，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對博達嚟講唔係唔公平嘅，因為佢根本就其實叫做實踐唔到佢希望帶嚟車路士嘅理念。但係同時間，我亦都要指出一點，就係佢帶波似乎就比較上是柔弱一點，面對著這麼多這麼大牌，還要是這麼湧湧 的一隊情況，他似乎就真的沒什麼板斧可以駕勞到這一班的球員。卒之就叫做在算是一個幾究竟應該怎樣形容呢？其實不可以叫不愉快，即是叫做在大家都覺得很失望的情況之下，到了最後都是要黯然地離開。但是呢都那時其實已經去到四月已經是叫做差不多去到季尾的時候，
咁你點樣揾到一個新嘅領隊嚟？雖然咧，之前咧，就叫做我哋嘅舊領隊咧，杜曹咧就啱之前咧就啱啱就上任咗呢、這個嗰、那個叫咩？拜仁慕尼黑領隊嘅教練，因為咧拜仁咧就唔知發乜撚嘢神經咧，就炒鳩咗蘭高士文。當時咧原本咧都叫做吹到神霄塵上，可以即刻接手。點不知咧喺呢個暫代領隊叫做帶隊主場對住呢個利物浦嘅聯賽嘅時候咧，竟然咧我哋嘅傳奇之一咧林柏特啦。因為林柏特其實都係喺呢今季咧季中嘅時候咧，就俾因為戰績真係太過差，喺帶住愛華頓上季都只係好勉強地叫做護到級。咁今季其實都唔見得話好好嘅情況之下咧，咁卒之都係要炒咗佢。咁喺4月5號炒咗珀達之後，第一場嘅正式賽事，竟然有傳媒影到林柏特在士丹福橋球場看球，其實都幾令人意外的情況之下，就是保利其實之後第二天就已經宣布，就在官方，我們車路士官方就宣布了林柏特回巢回來做這個看守的領隊，直到季尾。我想那時候其實對當時的無論是我們的球迷也好，都叫做對林柏特的回歸叫做純粹是真的頂住個雞頭。而事實上他都是叫做看守領隊，那就再加上其實那陣時個排位，即係個排名，其實個聯賽排名算是叫做頗為穩陣的情況之下咧，咁就我哋再睇睇嗱，呢、這個好，我哋收一收翻埋呢個嘢先。這個、呢一、這個咧係呢個我哋今季喺呢、這個成個英超嘅排名。我哋由其實你好容易就睇到最初杜曹帶住嗰段時間起伏都幾大下，之後珀達接手嘅時候。有一個很短暫的小陽春，向上的小陽春，亦都係都幾多贏波。但是在呢個咁短的時間蜜月期之後，就開始一個向下的狀態。之後就一路在呢、這個中游位置度徘徊，一路都不上不落咁樣。卒之去到珀達離開咗啦，咁就林柏特上場的時候咧，其實簡單啲講，隊波叫做散地嘅。所以即使林柏特叫做翻嚟帶住隊波叫做看守領隊，其實主要係叫做穩定軍心。但係事實上咧，喺林柏特最後一場對住呢、這個紐卡素嗰場英超聯賽完咗之後嘅記者會，佢亦都好坦誠地同記者講話，我哋嘅球員咧即係車路士嘅球員咧無論喺各方面都係同佢認識嘅車路士係完全係兩個世界咁樣。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佢對而家車路士嘅球員，無論係狀態啦、技術啦、心境方面咧，都頗為之唔滿意，甚至係覺得係呢樣係唔應該係一隊車路士球員應該有嘅狀態嚟嘅。咁啊，儘管如此啦，咁但係都叫做唔使話受呢個降班嘅情況之下，叫做完咗今季啊。因為其實林柏特帶領住嘅車路士就個狀況就更加之差啦。咁因為一來佢其實佢帶波
的確就唔係話好好好啦。無論係呢個成績上啊，或者表現上都唔係話好好啦。佢連愛華頓都帶唔掂啦，何況車路士咧？另一方面咧，亦都好似之前所講啦，佢自己所講就話，我哋嘅球員真係散，即係經過咗呢個咁混亂嘅一季之後，無論係佢即係佢球員嘅狀態或者係心理質素都已經係去到一個新嘅低點。咁就所以叫做好混亂嘅情況之下，終於都完咗呢一季。咁就算係一個比幾算係一個幾混亂嘅情況之下，我哋只係可以去到呢、這個積分榜嘅下半版啦。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只能夠唯有我哋叫揾啲女打下飛機啦。因為咧，我哋呢個車路士女子隊咧，哇！屌你，不四連冠真係呢、這個時候唔攞嚟揾啲女嚟打下飛機，我哋點過下神咧？咁又到到最後就係、是、最簡單嘅就係、是、啊，卒之今季嘅狀況就咁混亂嘅狀況，終於都叫完咗啦，亦都叫做甚囂塵上地講咗好耐，由呢個拿高士文傳到去安力基，再傳到去金賓尼啊，卒之叫做球會都正式叫宣布咗我哋下季嘅領隊普治天奴肥普正式上任啦，7月1號。就如我之前同講關於我自己對肥普嘅印象同埋期望咁啦。人腳咧，我自己會覺得今季嘅車路士咧係。其實是不差的，尤其是好炸一大炸後生仔，質素不差的，只不過呢今季的混亂狀況呢就真的需要一段很大刀闊斧的改革，再加上要清感一炸球員，因為實在太撚多人了，屌你老尾，成30人的一隊，點得練波都有困難，你點會有好成績？咁所以呢，簡單講就係、是、我哋嘅肥普任重道遠啦，真係屌嗱聲。究竟咧，呢一季嘅混亂狀況會唔會持續咧？咁當然唔好，唔希望啦。其實無論係我哋車迷又好啊，或者係喺英國嗰邊嘅專業嘅球評家，或者係啲名宿啊嗰啲都好，其實都同我。在季尾的時候跟大家所講的一樣，希望再下季，那就即管看看我們下一季會不會叫做執回正隊球，因為肥普的最我最欣賞肥普就是當年在熱刺是執回正一隊似花隊波，咁喺以而家車路士咁人腳咁算係比當年叫做好咁多嘅情況之下，大家都對下一季嘅成績有所期望嘅。咁所以咧，咁就即管睇下下一季會係點樣啦。肥普咧就7月1號正式上任，而我哋車路士。開季咧，即係下一季開操咧，都係7月頭嘅，因為我哋7月中就已經去美國踢呢個友誼波啦。咁就再往後嘅情況就睇下點樣啦。咁就因為大家都唞鼠，咁就我都唞下鼠先。直到下季開季之前，我諗都可能會不定，就算有都係會不定期嘅。咁就即管。大家看看之後下一季會是什麼情況呢？那就多謝大家收睇收聽，多謝大家支持我們車路士，今季真的差撚到無倫，也都給了很多話題各位球迷，無論是車路士又好不是車路士球迷又好，那就所有的東西就跟我之前所說，粉筆字地抹撚曬去，
希望再下季。我哋暫定下季再見，拜拜。成都得噶啦！喂，漫聯 Fan TV 嘅時候，大家好啊！你諗個蛇頭可能唔會啦，你仲留緊咪證明好咯。唉，即係為咗展示自己仲有汗。係啊係啊，是啊展示自己仲有流汗嘅機能，可以話係盡量去跑多啲步，減肥。啊，講笑啫，減肥又減肥又嘥氣啦。其實咧，而家咧就踏入唞鼠啊！踏入唞鼠之後咧，就曼聯 Fan TV 咧，理論上咧就都休息嘅。但係實際上咧，我哋就今年咧就做過一個嘗試，做過以往冇做嘅環節。其實有咁多年咧，有咁多季嘅，有咁多季嘅經驗咩？我哋好似唔係咁多季嘅啫嘛，我做咗，即係我哋有唞鼠嘅係。唔係啊，其實深夜睇波團都三季㗎啦。三季㗎啦，曼聯 Fan TV 冇咁固定㗎嘛，之前。哦，咁而家咁計埋運動真理學啊嘛，咁但係我哋都冇為一個賽季嘅曼聯做個總結㗎嘛，過往。係。所以今次咧，我哋就不如喺呢個暑假咧，就將呢個回顧咧就斬件，個個禮拜咧就好似解放外星人一樣。係。下回分解嗰啲咁樣。今日就淨係俾你睇隻眼，下個禮拜就睇個鼻窿。跟住就再下一個禮拜睇鼻毛咁樣，咁啊嘗試咬足成個暑假咁樣。咁因為唔係因為如果唔係啊，但係唔係有阿仙奴咩？阿仙奴唔係我哋部門，我唔理啦咁多啦。我以為佢哋一個人 carry， 我要理埋阿仙奴個部門。我以為阿仙奴部門就 carry 曬成個。我好撚唔得閒咁。深夜睇波團㗎啦。屌你咁樣，佢阿仙奴又要我幫佢諗啊！哇！咁更加曼城 ，Ivan 又叫我幫佢諗啊！曼城就唔使，曼城嗰啲去到唔可以喺 YouTube 度播噶啦。點解啊？曼城嗰啲片要去第二度播，曼城嗰啲去第二度播噶啦。你明唔明？而家花式打嘅，你冇辦法，你主要就睇咩？就係睇下每日嗰、那個，即、就、係、是、你知啊，嗰個天花板去到幾低。唔係啊！即係每一個星期咧，嗰個天花板就越嚟越低嘅。有啲嘢掉下掉下咁樣落嚟嘅，曼城係呢個方向啦，係嘛？照計，曼城可以打幾個月飛機，唔係打幾年飛機都得啦，係嘛？黐線打一世啦！唔係咯，你諗下，今年曼城攞三冠王，都有啲曼聯球迷出嚟講：，我哋曼聯都攞過咁樣，攞先，先攞先佢廿幾年。屌你啦！即係證明只飛機可以打25年。黐撚線嗰只飛機永恆得了啊！咁我想唔而家打一打先啊？我唔打呢啲。借住曼城攞我哋曼聯打一打先，九八定九九嘛？我唔打呢啲飛機。就係九八九九嘛？我唔打呢啲飛機，唔係即係譬如你見到嗰班所謂九二或者總之嗰個年代嗰班名宿，咪各式各樣嘅飛機都打咯。係。唔係咁嗰啲就永存不朽啦，去到係。即係例如加里仔會話而家嘅曼聯只有班奴係。可以踢到三冠王嗰一隊嘅啫，可以稱得上係可以踢到正選嘅啫。唉，我心諗你無米撚米撚嚟啲啦，隔離仔，屌你知唔知個醜？知唔知個醜？唔係即係唔係話你醜，即係個醜嘅意思唔係話你想當年嘅三冠唔撚值得嚟講，係你今時今日攞呢啲，唔好攞呢個時刻嚟講啲咁嘅嘢啦。即係老撚土到極限。即係嗰陣時嘅輝煌或者嗰陣時嘅成就係嗰陣時嘅事，係咪先？即係唔係攞呢啲咁撚樣嚟講啦。咁我哋就諗住咧，今個夏天就做個試下，就斬件式回顧啦咁樣。咁啊，從咩方向咧？咁樣就例如成個賽季嘅起起跌跌啦。咁跟住可能會針對下，譬如個別球員係啦，譬如進攻球員，咁我哋做一日。跟住中場球員又做一日，防守球員又做一日，咁跟住買翻嚟嘅球員又做一日，買出去嘅球員又做一日，咁樣樣諸如類似咁樣啦，咁樣。你搞到講到咁好似批鬥大會咁喎。唔係啊，可能係賺嘅咧，屌你！咁啊係。即係例如麥佳亞最終冇得出場，一定係賺㗎嘛。賺啊！但係你要講球員喎。球員麥佳亞係球員啦。係啊。咁佢賺佢冇出場。唔係賺咩啊？唔係讚嘅，唔係都係屌鳩佢嘅啫嘛，其實唔係，梗係讚揚佢嗰種無私嘅精神啦、啊，嗰種對唔需唔針對，即係唔爭取出場呢件事嗰種無私嘅精神啦、啊，屌一定係呢個方向㗎啦，
私隱戰我哋我一定係重温佢舉杯嗰個慶祝動作喎。唔係咁嗰啲有時都係睇你個人個包容性有幾大嘅啫。咁呢啲唔使講啦。咁你個包容性去到咁撚狹一個都冇辦法㗎。係咪先？你都人哋都唔撚踢，人要有記性。你都唔撚踢，都唔撚出糧踢啦。你都唔撚俾人哋。佢走咗先啦，走咗我再賺好冇？走夠梗㗎啦，咁鬼爭再走去邊？咁我想睇啊，係咪哈利簡尼配哈利麥佳亞咧？咁樣咁可以係哈利簡尼嚟曼聯㗎嘛？即換啊？唔係啊！而家有個消息話新組去，Harry 不同比 Harry 啊、有個説法話新組去，唔係二次想買新組嘛？嚇！咁你再加埋哈利麥佳亞，咁應該最多搭少少現金就搞到個哈利簡尼過嚟啦，係嘛？哈利麥佳亞少極都3000啩？有咩？係2000啦。新組而家嗌5000，即係消息。新組有咩？消息講。你覺得有5000嘅新組買到？哇！二次有時好撚難講㗎，二次啲閪波。誒冇咁講，冇咁講，冇咁講，人哋好客户。啊、你當係洋股啊？係咪先？你加埋7000啦。屌你補多3000就買到個哈利簡尼啦，係咪先？即係你唔知啦，係咪先？咁就唔知道啦。呢啲啦，關於轉會咧，就因為而家都只不過六月頭啫嘛。係。咁啊誒，遲早都會講嘅。即係嗰啲，即係當然啦，人哋嗰啲組織先邊，例如利物浦就你個呢、這個馬利士打就已經搞掂咗啦。係啊。跟住亦都有傳位啦，就搞掂咗，傳咗好多年會去曼聯嘅迪拿曼斯咧。哦。因為降班啊隊波，所以就要轉。就結果咧就阿士東維拉搞撚掂咗喎，咁樣咁啊奇撚怪啦，傳就傳咗幾年，咁啊屌你諗咩俾錢嗰陣時候又唔撚俾，唔撚使俾錢嘅時候就索性都係唔撚俾，啊勁撚抽呢度，即係我萬真係勁撚抽呢方面。啱用啊嘛。咁啊，淨係傳緊萬字啦，而家主要都係傳萬字啦，亦都傳下金敏哉啦，咁樣咁啊，唔知堅定流啦，咁啊，遲啲就都會就住轉會講噶啦。咁我哋今日就打個頭炮，就講下呢個回顧先。咁啊，回顧啲咩咧？用咩方向咧？咁咧，其實咧，我原本同阿和仔傾嘅時候咧，就諗住咧就冷靜咁撚樣嘅，真係冷靜。就諗住咧做段短短地嘅 segment， 就可能2-3分鐘嘅。我哋即刻做都得㗎。跟住咧就，然之後咧就剩翻大概20分鐘到，我哋兩個就去切車咁樣。係啊。跟住咧我就今日開始就諗住，屌兩三分鐘寫段稿好撚快啫，2-3分鐘講都唔會好多字數啦咁樣。咁啊跟住就諗住啊，今日開始咧就先回顧下上半季先，就是、世界盃之前，即係由滕哈格即係宣布四月底宣布滕哈格會加盟曼聯，到。世界盃之前咁樣，我打咗500多字啫，我都仲未講蘭迪克就係走，唔係蘭迪克啱啱走，去到奧地利國家隊報到，都打咗500多字啊。跟住我心諗，咦咁撚樣落去唔係辦法喎。你咁樣，你唔係做你唔係做咩嘅咯？你唔係做短劇或者嗰啲短嘅 set 文嘅喎。唔係啊，直頭可以你 National Geographic 嘅咯，你唔係直頭可以一集㗎啦。你係發展落去，你係做紀錄片個方向嘅喎。我發展落去就應該一集曼聯 Fan TV 有突㗎啦，咁就太撚沉重啦。除咗個對白沉重之外，我都要揾翻啲圖啊片啊擺落去嗰30分鐘嘅片度，咁哇個量好撚嚴重。跟住你又要揾下嗰啲即係斯朗啤撚住，係啊，然之後啲圖要衝咗跑住球場，你又動緊喎，可能要加二啤，又要做字幕喎，哇咁。算啦，我索性都係急兩條友鳩講嘅。唔係啊，你可以將你可以將啲重點勾畫出嚟嘅。卑鄙無十下樓梯，卑鄙無恥下流賤格到呢個地步，講緊我哋第二節目真係可想而知，係好撚在係深夜睇波全啫，正正經經嘅節目啊，真係過唔撚到自己過唔撚到自己個關嘅啦咁樣。唯有馬全哥迪奧拿決定2年後離開曼城，你而家離開啦！而家走得啦，仲有咩啫？你都贏，你都乜撚都贏曬啦！你仲想贏咩啫？你仲想贏咩啫？哥迪奧拿，不如你哥迪奧拿轉轉行試下。你梗係去沙地阿拉伯啦！我唔係啊，我直情同佢講，不如轉行啊！轉行即可能我唔知，唔係可能帶 F1 啊，即係試下去快你睇下幫唔幫到手啊！你明唔明啊？去邊啊？快你啊！點解係法拉？點解？因為冇嘢搞佢唔，佢冇嘢搞唔掂啊！你明？點解？即係佢而家無所。咁不如佢打 NBA 打NBA 啦，費城啦，睇下可唔可以教到 NBA 可以。
可以三成啦，或者Ben Simmons而家打邊係去教 Ben Simmons 嗰啲啊，睇下可唔可以教撚翻上呢啲人啦咁樣。喂，咁啊講講頭先講咗啦，講上上半季曼聯，其實咧我最我覺得咧今個賽季2022-23球季咧，喺for好多球隊嚟講咧，都好似覺得好漫長。其實你覺唔覺得曼聯呢一季覺得好漫長？咁嗱，我唔知道好定唔好啦。唔係咁，當然其實同世界盃個時間有關，我覺得係即係世界盃夾咗喺中間嘅話，嗰、那個即係嗰足球嘅長度啊，係長咗，即係你覺得成日都踢緊咁樣。係咁，第二就係曼聯威啊嘛，曼聯要爭四冠嘛嗰陣。唔係四冠我即係佢四，我哋下禮拜講佢四線並行啊嘛，咁梗係漫長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季初覺唔覺得好漫長，我又唔覺得好漫長嘅季初。是咩？季初你唔覺得好漫長？點解季初好漫長？你諗翻轉頭，你諗翻轉頭，斯朗之亂好似搞撚咗好撚耐咁樣。唔係啊，我係屌咗兩個禮拜啫嘛，之後都冇影啦佢。即其實我老實講，斯朗嗰種廢係去到一個咩地步？就係佢牽連咗個大波，係好叻，全球都關注係咪？你睇我哋去到即講 BL 嘅節目都講斯朗噶啦。就因為佢碌鳩打 Botox， 應該唔係嘅，應該唔係嘅。我哋先咪揾翻 BL 嘅，應該唔係嘅。但係 anyway， 總之我哋你知啦，即係真係成個禮拜所有節目邊一個都要講下 C 朗噶嘛。我應該咁，但係轉個頭，全天候陰功啦。講咗咁多之後，佢去咗邊都冇影啦，冇人再講啦。唔係啊，我意思佢影響唔到好大啫嘛。我意思唔係，我意思係佢喺。他未走之前那堆嘢，好漫長就係、是，喂，佢又離開個場啦，佢又咩冇啊？其實嗰陣唔覺噶，佢唔爆，佢唔講，佢冇，大家冇回想起呢啲回憶㗎。即係你唔覺得，你唔覺得世界盃之前嗰段時間好似過咗好撚耐咁？你冇呢種感覺嘅，你冇嘅。我冇好，我冇好深刻嘅印象喎。哦，因為覺得好長啊。因為我覺得係咯，同埋因為世界盃嘅頭先你講啊，世界盃嘅時間令到嗰個賽季好似。長咗好多，後面就覺得好長。係啦，因為變咗個即係冇一個明確嘅上下半季啊、嗯，或者個上半季就好似就喺世界盃度斷咗。但係世界盃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咁咪變咗11月中就完咗個上半季，咁你唔覺得好似好撚快？但係我有問題就係上半季係咁樣踢嘅咩？即係上半季嗰啲賽程係咁樣三日一踢三日一踢咁，好似唔係嘅。本身唔係啦。係咯，即係其實我嗰陣唔覺得好漫長，可能就係咁嘅原因。點解？即係點啊？其實去到後半季我就覺得好漫長。唔係因為其實上半季係踢咗14場波啫嘛，即係個如果講個聯賽，咁你一季踢38場波，即係仲有20幾場擺撚咗喺後面。所以咪踢到咁咯，即係所以咪嗰啲星期三晚、星期六晚、星期三晚、星期六晚、星期三晚、星期六晚，唔係其實都執㗎，唔係好執得好勁，其實都執得好犀利㗎啦。咁但係就始終嗰個時間有限啦，佢都壓迫唔到太多啦。咁啊。講頭先就最主要講就係、是、一定係關 C 朗事啦，即係曼聯嘅上半季。咁而 C 朗事件就其實唔係由呢個賽季，即係2022-23賽季開始啦，係講緊2021-22個賽季就已經開始咗㗎啦。即係蘇斯一查年代，即係仲係蘇斯一查嘅時候，你諗下其實蘇斯一查都係走咗一季半啫嘛。係啊，好似好撚歷史人物咁撚樣。唔係好耐嘅啫，其實唔係咁，但係佢勁嘅地方係佢轉頭就即係其實今季佢有翻嚟睇波都係英雄款待噶嘛。咁客觀而言，我覺得佢除咗個人冇乜諗法同埋睇 iPad 之外，我又唔覺得佢一個好撚過分嘅領隊嚟。又或者咁講啦，我覺得嗰個回憶洗得好快啊。是啊，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即是球迷的回憶洗得很快，即這個亦都是關事啦。咁跟住上季的下半季就蘭迪克就做呢個看守領隊的時候，亦都有一份莫名其妙的合約啦，就話完咗之後就會做顧問啦。咁跟住去到臨季尾的時候就蘭迪克就即曼聯就正式宣布滕哈格會離教啦。咁跟住滕哈格嗰邊踢完荷甲啊，拎嘣走過嚟啦。咁啊，薩科場波一輸咗，跟住滕哈格又去睇，跟住納林就翻奧脫福就就職儀式啦。跟住就開記者會啦，又話曼城同利物浦嘅年代最終會沒落啦。咁跟住又話要取而代之，諸如類似嗰啲 click card 嘢啦，咁啊即係豪情，即係嗰啲豪情壯語就出曬嚟啦咁樣。咁跟住中間就再發生一件事，就係本來蘭迪克嗰個顧問咧，就
在滕哈格宣布了正式來曼聯教波之後沒多久，他就說他兼埋做奧地利國家隊的主教練。係啊，咁啊，跟住再過多一個月，即係踢完曬所有賽事，即係完曬賽季之後啦，曼聯就同佢就宣布啦，唉，咁啊，你顧問都慳翻啦，咪撚死。唔係，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好奇怪嘅呢位。係乜嘢？唔係，即係少少奇怪嘅事，我竟千你諗翻呢件事。係。即係當然啦，即係關於蘭尼克嗰、那個。簽過嚟做看守領隊的合約咧，其實都係好怪噶啦，即係我嗰陣已經講咗好耐噶啦，即係覺得好奇怪噶啦。但我有另外一個覺得奇怪嘅，係咩咧？就係、是、即係滕哈格唔係佢揾翻嚟嘅。呢個咧就另一樣，想當日有個即係再之後有個消息出嚟，嗯，就係、是、咧蘭迪克咧就力戰呢個曼聯揾滕哈格。但就不是他自己接洽的，即不是蘭迪克去接洽的、哦、好了，跟着找了回來之後，蘭迪克就很想和滕哈格會面，面對面談，滕哈格不制，滕哈格說談電話就行了，用得到面談嗎？跟着就有傳蘭迪克因此而生氣了，咁有咁嘅講法啦，有咁嘅講法啦。咁同埋關於蘭迪克就當然就係佢嗰份 consulting report 啦。嗯 ，consulting report 就其實就令到曼聯有不滿啦。即係喂，你好似講咗啲好太過揭絲嘅嘢咯喎，即係揭開曼聯嘅。又話唔知幾多個你啲咁樣又話啲閪波，係啊，網又隔離嗰陣寫入面話呢度閪波咁樣，跟住又大有權力過大，捉唔到皇上嘅旨意啊！又甩又乜又七咁撚樣，跟住又話要西走幾多個人，要再買多幾多個轉會窗先有機會翻到身。又話邊個位置又要啲咩球員咁啊？而家啲中踢中場嗰啲又唔撚肯跑，起碼要買多兩個識跑嘅。跟住前鋒除咗斯朗識入波，其他人唔撚識入波嘅咁撚樣，即係諸如類似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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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陰功咯，原來佢都仲要寫斯朗好説話。咁跟住就再加上，其實喺上個賽季已經發生嘅就係呢、這個Greenwood 打老婆事件啦，咁就到而家就已經撤銷咗噶啦，即係叫又撤銷咗，即係人哋仔都有埋啦，和好如初啦咁樣。咁但係曼聯自己內部有個所謂調查，屌你老母咩？睇下呢條友，如果你仲用佢，會唔會有反響啫嘛？係啊，即係如果冇反響，咁咪用咯。但係而家好似話唔知咪借佢邊唔知邊度嘛？有傳就話想借去羅馬，就俾阿摩連奴就調教下。哦，唔撚知啊。咁我覺得摩連奴未必睬你嘅咁樣。咁同埋最主要就係、是、其實都係諗緊方法，睇有冇辦法知道，如果用呢條友，會唔會出邊有啲咩反響？例如啲 sponsor 啊。或者一啲嗰啲賦權組織啊，嗰啲 click clack 嘢啦咁樣。如果冇嘢嘅，咁梗係試下用啦。咁或者最多花啲時間操翻起個態啦。咁如果有嘢嘅，咁啊斬攬咯咁樣。咁呢件事對曼聯嘅其中一個影響就係、是就好似蘭尼克所講啦，前面喂好似啲人入波有困難喎，因為事實上華舒福。同埋馬斯亞，尤其馬斯亞啦，馬斯亞就再借咗去西維爾啦，上季尾咁啊，結果就搶都冇得出啦。跟住華斯福就上季其實入球能力好差啦，係啊，咁啊所有幾乎都要靠大哥啦，冇大哥好似乜所有人都唔使入波啦，包括班奴啦，班奴嘅入球數字都下降啦。好啦，咁去到今個賽季一開初，大家問滕哈格件事，喂你點睇斯隆大哥先？嚇、啊，斯隆大哥勁。斯洛大哥冇得頂，斯洛大哥喺我計劃之中咁樣。嗯，一嚟就講呢啲先啦。咁但係結果咧就斯洛大哥咧，成個世界盃之前踢咗咁多場波，入咗一球喺聯賽，歐霸入咗兩球。好似有一場歐霸唔知啊 carry 隊波啊嘛，講兩場總之佢兩場歐霸有波入啦。咁啊，總共就結果入咗三球，就係、是。斯朗拿度在曼聯最終那個賽季得到的入球數字啊，咁樣。咁然之後，其餘的人有冇話特別好的表現，或者那個入球能力會提高了呢？除了在世界盃之後，我哋下個禮拜再講。嗯。關於華舒福之外，即係下即係咁要講緊下半季的華舒福喎。
在上半季其實你是不撚知邊個入撚到波的喎，你是不撚知邊個有能力入波的喎。新組啊？嚇！新佢老尾咩新組？真係有入過波㗎。嗱、啊，我而家數啦，幾場啦？新組入，新組對利物浦入一球，對李斯特城入一球。嗱、啊，咩咯？安東尼第一球擺個尾柱啊！唔係啊！如果講新組，去到聖誕節之前，即係十一月十二號準備踢世界盃，新組入咗兩球喺聯賽。我諗已經係球隊最多入球嘅一個人。好啦，另一個華舒福入咗一球對利物浦，華舒福對阿仙奴入咗兩球三球，跟住華舒福對韋斯咸入咗一球。跟住冇啦，阿咪華舒福再對洛迪咸森林入咗一球，五球啊，入咗五球，首席神射手啦，已經首席神射手啦。跟住馬斯亞，我哋又再數啦，馬斯亞，算啦，唔數落去啦，唔數落去啦。咁啊，班圖亦都係入球無靈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嗱，你刻係揭示咗一樣嘢，喂，真係唔撚識入波喎。但係曼聯今季喺賣人方面，關於前線做咗啲咩咧？前鋒線入咗安東尼係我哋曼聯 FanTV 可以話外將啊，話題嘅引起者啊，話即係直頭係提供養分，可以去到客席主持嘅地步啊，哦係啊，去到客席主持，爭在未請佢上嚟。咁但係我哋容後先再講關於安東尼，即係其實喺轉會上面冇特別針對喺前線上面做，唔係，但係真係安東尼啊嘛，即係點啊？佢成個億嘅大佬，即係你當你買 superstar 㗎啦。咁我覺得有少少，即係我明，但係你睇一個 contribution 先，即係你諗一諗，即係對波當然啦，即係你睇難聽一個 report， 你就知道對波簡直可以話去到破爛不堪嘅地步啦。乜撚都唔得啦，所有嘢都唔得，基本上最好咧就成隊曼城買曬過嚟，咁買埋哥迪奧拿就應該差唔多啦，即係咁樣嘅。咁係咁樣噶嘛？佢講到好誇張。咁但係你正常一個轉會窗，你又買到幾多人呢？即係你又可以做幾多？即係你係咪好似車路士咁樣花幾億去買人呢？咁如果佢攞咗一億嚟買一個人，一個前鋒線嘅人，係應該有期望喎。咁結果就咁落唔落空呢啲就冇得好講啦，係咪先？淨係講個上半季就勁啦，入咗第一球咯。一球呀？第一球咯，即係佢對阿仙奴入咗球。第一球咯，即係真係擺角嗰球咯，跟住冇啦，仲有冇啊？有對曼城有波。安東尼定係馬斯亞嚟㗎？兩個都有。兩個嚟嘅 ，OK。兩個都有， okay. 跟住連續三場入波嘛，係喎。好似係喎，入到連續三場對愛華頓又入波嘛，連入三球嘛。跟住咧，連續三場入波嘛。跟住咧，跟住要數撚到一月啦，師傅。一月未完，冇啦，完啦，冇啦，三月冇啦。二月，如果唔係點解佢會成個客席主持咧？四月，佢識入波就去到四月十六號，去到四月十號六號就入波啦。唔係，即係講聯賽啫。咁杯賽呢個未睇啦，杯賽呢個未睇啦。咁首先喺隱瞞方面就學話俄仔話齋啦，你一億抌撚咗落，同埋真係攞一億嘅喎，大佬。你買咗，你唔話冇俾錢嘅喎。然之後你又買咗卡斯米魯喎，又買咗馬天尼斯喎，又買咗呢個馬拉西亞喎，即係馬拉西亞後備啦。咁但係呢度加埋都差唔多，呢度加埋成億嘅咯喎。嗰三個人加埋？嗰三個人加埋一億㗎啦。要梗係要啦。三個人加埋過億㗎啦。咁跟住再加一個一億嘅安東尼，免簽一個亞歷臣，咁你就今個賽季入嘅人啦，係啦，咁跟住然之後當然就喺賽季開始嘅時候頭兩場就直頭輸撚到撲街啦，咁啊第一場就聯賽係對六輪過咗六添，喂咪撚嘢，冷靜啲冇事，咁之後有借人嘅。之後借由我哋下半季講啦，先輸俾白禮頓啦，主場輸喎。咁跟住咧最撚誇張就係第二場輸俾賓福特啦，輸4-0之後，咁亦都有講啦，就係話睇到嗰個跑步嗰個距離啊，即係全隊奔跑嘅距離啊，
曼聯啊，以十即係輸，即係唔夠呢個賓福特啊跑得多啊，爭十幾十三公里啊，咁啊於是乎要罰跑。罰跑咁啊，要成隊曼聯咧，第二日就即刻復操罰跑。咁跟住咧，滕哈格自己咧 都跑埋一份啊嘛，入馬當先咁樣跑。咁啊，於是乎咧就講到話成班球員好信服佢啊，真係睇唔明一米一七啊咁樣。咁啊，於是乎結果咧，亦都有好效果喎，連贏四場喎、啊，即係跟住就連贏四場啦。先贏利物浦、修咸頓、里斯特城，再贏阿仙奴，跟住再對曼城先輸。嗱、啊，對曼城嗰場咧，亦都係引起另一個。跟斯朗大哥有決裂的伏線了、就是說要尊重斯朗大哥，不讓斯朗大哥落場了，廢捨他的職業生涯蒙羞了，這個就是一個伏線了。及後呢，當對二次贏2比0那場球呢，就去到七十多分鐘想換大哥出來的時候呢，大哥拒絕出場了，走到大哥拒絕出場了、大哥拒絕出場之後呢，就還在那個後備直到依依不捨咁樣，諸如類似，我哋都甚至乎喺運動真理學嗰集節目，有一集節目都講過啦。咁跟住再未幾就發生呢、這個摩根事件啦，就係呢個訪問事件啦。咁啊，當然就訴説呢個曼聯嘅171嗰啲不是啦。咁啊，我都費兩事在場邊大亂講啦。咁然之後亦都搞到球會即刻就立即就要停，即係。我都唔撚知嗰啲叫咩停薪啊、停薪停職啊、定乜撚嘢，即刻就要終止合約啦。然之後佢就踢完世界盃就話轉戰沙特阿拉伯啦。結果就搞撚到人哋隊波由榜首變撚到有幾冠叫好就乜冠都冇啦。屌你連最佳十一人都冇去份啦，咁撚樣勁撚抽先。抽到爆炸。咁成個上半季都我自己嘅感受咧就係、是、好似。有些事在做緊，尤其是中後場，譬如卡斯米魯的到來，譬如馬天尼斯的到來，我們之後講關於防守或者中場的時候，再提這兩個今季很重要的兩個隱患啦，好所謂。但是前線就真的好像，喂，沒有人適合波，或者沒有得事搞，再加上，即是怎麼想都沒想過希望大哥，你都撈到今時今日，你都揾啲咁嘅嘢搞。好聽啲就係、是，估唔到一個球王去到呢個年紀，仲有嗰份傲氣，要所謂為自己尊嚴抗戰，乜乜乜柒柒。我冇聽過啲咁樣嘅説法。難聽講句，哇！屌你做小丑，你嘅事啊！你要做小丑，你閣下嘅事啊！從嚟以曼聯 Fan TV 嘅立場，其實一直以嚟都幫撚到你就唔阿撲你啊㗎，即係當然我唔會覺得你會顧慮我哋嘅感受，但我覺得你即係而家仲有一班盲撐你嘅 fans， 我覺得係都天理不容㗎啦，係咯，即係我又唔會咁講嘅，即係我覺得你其實你仲有一班咁嘅 fans 已經算好好㗎。你唔知你真係唔知道自己傷害咗幾多 fans 嘅心，咁最終好聽啲就係、是各有各新嘅發展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呢個即係世界盃之後嘅，甚至乎世界盃期間嘅阿大哥，你都唉，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咁當然我哋唔係咩咯，我哋主要 if I'm free 咯 ，I'm happy 咯 ，I score more goals。我主要唔想從即係佢成年都唔開心啦。我主要唔想評論你嘅不堪嘅，只不過係咁啱你曾經就再翻嚟曼聯，喺曼聯嘅歷史上面留下一點嘅污垢，污垢不為過啦，係嘛？唔過不為過啦，係嘛？咁同埋佢唔係喺曼聯嘅留下位。污垢咯，佢系喺佢自己个职业生涯边留下污垢咯。唔系，我觉得曼联都丑嘅，其实曼联呢件事上面都唔系曼联丑就丑咗好耐噶啦，所以我都唔系好介意噶啦。咁样嘅咩？系啊，咁样嘅咩？系啊，咁啊，曼联换嗰啲咁样嘅咁样呢段时间换嗰啲咁嘅领队，啲领队之后又讲嗰啲乜，嗰啲全部都系丑事噶啦。
唔係嘅，咁嗰啲好撚老撚土嗰啲咧，你冇噶啦，你習慣咗佢啦。由迪馬利亞、法卡奧啊嗰啲開始，山齊士啊、普巴啊一類，唔係淨係人，即係唔係淨係係啊，唔係淨係收購啦，包括埋嗰啲即係離開咗啲領隊啦。講嚟講去都係講嚟講去都係邊個啫？唔係高二嘅，咁雲高二就最撚黐線噶啦。講嚟講去，即係佢就最撚黐線啦。唔係摩連奴還好嘅。摩連奴還好啊？摩連斯啊？摩連斯冇嘢啊？難講咧，好多難講嘅。摩連斯冇嘢啊？佢冇嘢㗎，其實即係佢只不過又話時間唔夠啊，佢哋壓差咁樣，即係嗰啲咁嘅嘢啫嘛，又話冇錢冇時間嗰啲咁嘅嘢啫嘛，咁。這個賽季這個上半季其實我自己覺得呢，雖然時間很短的，但好像很多事情發生緊，同埋好像每一日都好像每一個比賽日都好像很緊張，即是我自己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即是曼聯粉絲是不是好像很緊張咁，好介意，即是好關注隊波有啲咩所謂不同了啊，或者有什麼變化。當然中後場我們講過，譬如應該這樣講，其實卡斯米魯初初來到的時候都不是說踢得特別好的，甚至乎我曾經覺得屌你是不是找他回來跟大家聊天的呀，但是去到踢二次前一兩場到啦，你會開始發現以卡斯米魯發揮到作用了，然後跟大哥都好像好似唔係好想蘇格大哥咁樣，有種咁嘅感覺啦。咁係啦，就過咗個所謂有啲風雨飄搖嘅上半季啦。咁啊，直至到踢完世界盃翻嚟，咁啊跟住再踢多陣，就到呢個冬季轉會窗嘅時候，咁就再有兩個借將翻嚟啦。咁然之後亦都有其他啲唔同嘅變化啦，就令到下半季嘅曼聯又再有少少唔同嘅地方，甚至乎曾經有一段時間令到好多球迷都有一個好大嘅憧憬。咁究竟嗰啲唔同嘅地方同埋大嘅憧憬喺邊咧？我哋就留翻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啦。咁啊，今日就嚟到呢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係咁，拜拜。睇完节目记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